哎，哟，海爷，孝敬您的。干嘛？施月龙。好嘛，撞枪口上了。马爷之前跟我那儿报道啊。海爷，你杀了我吧。哎，这样吧，这都带走。哎，海爷，哎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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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
你光认识钱了哈？啊，这那地界你给我弄得都脏了，这的吗？爷，您行行好啊，兵荒马乱的，日子难过呀。我们丫头两天没吃饭了，您行行好。你少跟我说别的啊，十个浪板家，你给我滚蛋！哎，你让谁滚蛋呢？赵探长啊，你借我八个胆儿，我也不敢说你了呀。话赶话，赶这不寸劲儿了吗？怎么了？公共场所扰乱社会秩序，得罚你们。看看看看看看啊！探长一到，赏罚分明啊！哎，小宝，哎。这俩人门口左右分别罚站三天，以示惩戒。行，官爷，官爷，我们嘛也没拿，我们嘛也没有啊！你饶了我们吧，让我们走吧，官爷。探长啊，别介呀，他们俩门口一站，谁还敢进来呀？我这饭馆不就黄了吗？哎，我那意思，你把他给轰走就完了。嗯。你是探长，我是探长。啊？别扭了，有别的辙呀？哎呀，谢您，谢您了。一人一碗三叶打卤面，吃完走人。走一年，谢谢官爷，谢谢了，谢谢您了。探长，你的高抬贵手啊，这汉奸的帽子要往我脑瓜一扣啊，我有嘛脸去见人呢？我呀，小宝，教他做人。来，啊！哎呀，哎，你不要动，我试嘛啥呀？你赶紧不要动，你看，我自己站，我自己站，就这样。我也不爱挤兑你，这上上下下不得打点啊？姓儿，那酒还喝吗？这人怎么回事？谭叔，谭叔，好，来了。跟着姐，有好吃的，有好喝的，你还有嘛犹豫的呢？姐，你再给我点时间。你让我好好想一想。哎呦！哎呦！快跑！哟，姐，走！往哪儿跑？别溜走！你别过来！别过来！我什么都没干。你怕吗？就跟局子里挂个号，把脸扭过来，扭过来。叶红嫂子，就干这个。老宋当年替我挡了一枪，临闭眼的时候让我替他照顾你。你有嘛难处，你跟我说呀。您这不打我脸吗？别
别说了。那点抚恤金根本就不够花，我一个寡妇，我实在没办法了。嫂子，都怪我，我最近太忙了，没顾上来看你。甭提了，送礼送的假底儿都没了。别动啊，小心光孩。老宋，老宋，真他妈倒霉，这回探长是你的了。这些年你一直补贴我，你生活没那么容易。我不想再拖累你了。宋忠啊，宋忠，你活着的时候，我天天为你提心吊胆，你就这么狠心把我一个人丢下，我该怎么活呀？哎呀，这有嘛啊，人只要活着就一定有办法，对不对？哎，对了，我这有个戒指，你先把它卖了，总能再对不起日子。老妈，你别动铁，哎，你别动铁，哎。旅店的库房，人坟事说出来我就压秤。咱们天津卫可是民国的大都会，怎么就出了这个案子？这事儿要传出去，影响极为恶劣。你们听着，
这件事你们都得捂着点，不能让那些记者们知道。还有其他线索吗？没有。看来这个案子还真有点棘手。各位，你们先去抹牌吧。啊，再有这个案子，你们谁来主抓一下？卢局长，我现在那点人呢，都归那个保密局天津站管了，实在调不出人来。您看，卢局，我这两天也没闲着，我是满大街抓那共产党去。您不知道，那名单上的跟群英会一样，忙得我是四脚朝天的，我是去不了。现在无人不统共，抓得过来吗？哎。据听说，据听说，连傅作义手底下都有共产党。谁呀？行了，别瞎扫听了，说点有用的。这我是没有案子，可是前几天这美国兵在北平霍霍一个女学生，天津的学生又要到北平去声援，我得在学校门口守着。赵大探长，啊，哦，哎呀，天津卫出这么大的碎尸案，这局长能睡着觉吗？是啊，咱们这些当探长的，是不是得替局长分忧？是的，是的，那太好了，你们几个听听，你听听，这案子我也解不了。啊，魏妈，我最近一直查韩建呢。查韩建，查韩建，啊！敲诈！行，哎，不是局长，这假的，对吧？这报纸是胡说八道吗？情况，怎么假的呀？这怎么会是假的？行了，散会。赵探长，哎，河北省司法部都给我来过电话，问报纸上的事儿。要不是我替你拦着，你早调到塘沽去看盐碱地去了。我知道，您这不疼我吗？想翻身吧？嗯。把这个案子给我破了。得，我记眼还不行吗？哎，啊！赵光海，哎。你这是公然行贿啊！公然行贿！哎呦，你怎么回事？你别让上！不是，这种案件就得遏制哦。绑小鬼子祸害自己人，我们这替天行道。嗯，王海，哎，有季节。再说了，对吧？这不是那妈，这是那个重共。咱们就重工，重工，重工，重工。这口黑锅呀，算扣我脑袋上了。
我们这个报社的孙建农就是条疯狗。哟，这么好脾气就扔了，这不糟践东西吗？ 拿回来这残肢，从骨骼和肌肉组织的连接处就可以断定，就是这具尸首的。哎，哎呀，哎，这么大个红宝石，这老天了吧这？哎，别！好嘛，我还没检查了。 德浩，这李府大少奶奶，李府大少奶奶，八大家子的一家，是天津卫有名的大财主，海德滦矿局、杨汇公司、耀华玻璃公司，还有唐山新沙厂，就连交通银行都有他们家股份。 哎呀，那李家有多少钱呀？让李家人士，不是，没有偷怎么认啊？你也看仔细了，对，这就是我家大少奶奶戴的戒指。大少奶奶呀！ 兰氏是什么时候失踪的？上礼拜五，大少奶奶坐着包车去百里门看完人，后半晌出的门，就没回来。为什么现在才提告寻人呢？李家在天津卫也是有头有脸的，少奶奶离家外归，不可张扬啊，到处寻找也找不着，这才提告是寻人呢。首富是谁呀？郭老四。 Thank you.
就你弄死的吧？哎，是他，他打了我十几个兄弟，你快把他抓起来！这么厉害吗？打死十几个。老爷，哎，量量他几斤几两？啊。哎呀，可是，哎呀，可是，哎哎，断了我这个军功了！哎，你们谁见我军功了？背不干净，瓶带不起。朋友，混哪条道上的？我这枪子可不长眼，你就是完事儿的。怎么了？铐上！来，铐上！铐！我数您呢。啊！等等等等等等！站住！等等！哎呀，怎么总有你这样的呢？你脚行卖苦力的，你有钱吗？啊？砸赌场，你赔得起吗？我是个穷命啊，我赔不起。来一诊的案子，赔得起吗？嘛意思啊？来一诊的案子，就是我做的。我这撞大尾巴硬，啊，那是死罪。你这号让我监督了，我就是给李家大少奶奶拉车的过劳司。那天你们在三不管抓妖精，我正在那儿晕死呢。这下你信了吧？是条汉子，那你说说吧，你怎么杀的蓝玉振啊？哎，你这是往哪儿走啊？大少奶奶，南开大学那边有大学生游行，都堵成下降了，从这边走近。这帮大学生不好好上课，游什么行啊？你快点，快点。这小娘们挺气愤的，那胳膊的肉挺嫩的，那骨头一撅就折了。然后我就把他给大卸八块了。各位同仁，各位记者朋友们，大家好。相识案可以说是扑朔迷离，疑点重重。本局长亲自督战，赵光海探长率属下精心的办案，最终抓获了凶手，为本局争光，为天津卫老百姓的平安尽了一份天职。在此，我代表局里向赵光海探长颁发奖状及立功勋章。谢谢局长。
接下来呢，有请各位记者们自由提问。探长您好，能够如此迅速的破案，您有什么秘诀吗？快速破案呢，首先要感谢局长的英明领导，还有我的助手警员马小跑，还有警局各位同仁的帮助。身为一名警员，除了具备专业的基本素质，还要有敏锐的洞察力，能够把案件里容易忽略的细节合理的串联起来，成为完整的证据链。赵探长，能否提供一点这个案子的细节？细节要等法院宣判之后才能公布。赵探长，我是卫报记者孙建农。鲁局长，赵探长，我看过警局对这个案件的案件通报，我认为这个案件有些蹊跷。诸位诸位，稍安勿躁，人犯已然供认不讳，怎么会有蹊跷啊？郭老四是因财杀人，可是在案件通报中出现的这个红宝石戒指，他为什么没有拿走呢？建农兄，哎呀，孙大记者，哎呀，我们可老没见了。来，那个孙建农，你处处刁难我呀啊！今天是我立功受奖日，别让我还下不来台，做个朋友，给点面子啊！哎呀，我们呀，就是叙叙旧。这建农兄呢，也是犯糊涂啊。这凶手在杀人分尸的时候，他不得心慌啊？啊，抛尸过程仓皇逃离现场，这赃物遗落也是情有可原的啊。尤其这个郭老四，杀人越货就得销声匿迹，可郭老四竟然在赌场里大肆的制造是非，仿佛是故意的自投罗网，被你们抓住。大家说，难道这一点不值得怀疑吗？倍儿大了。孙建农，咱俩无冤无仇，今儿是我大日子，你过来恶心我，你干嘛？赵探长，我提出质疑是为了帮助你们更好地找到真相。整个天津老百姓老骂你们渎职，我告诉你，我提出我的质疑是我作为一个记者的良知。渎职？我们渎职？你懂嘛呀你？啊？就你有良心，我没良心。我惩戒韩姐，你说我以权谋私，我现在办大案子，你过来挑毛病，我们警察局办案就不是惩处伸张正义了，你个挨前道了。等法院宣判以后，我让你洗破口污。嫂子，这是局里讲我的，你先用着。回头呢，我叫手下打听打听，给你找个事儿干。赵探长，难为您了，还想着我这寡妇人家，您费心了。我替老宋，谢谢您。您就甭客气了，这不算嘛。赵探长，我看您脸色不太好，是不是病了？没事儿，兴许是破案累着了。我都听说了，李家大少奶奶的案子是您给破的，街上都传遍了，给您道喜。嫂子，我还有事儿。就先走了，您要是有嘛难处呢，您了再托人捎话给我。啊，那我就不耽搁您了。哎，赵探长，您这衣服脏了。对了，听街坊说，凶手还有个瞎眼的老娘，
平时也是个挺孝顺的人，这犯了这么大的案子，老娘谁照顾？哎，熊孙子说的对，郭老四抓的太容易了，人头现在也没着了。哎呀，海爷，你这是打了马匪了？不是那个女生的，就是你何必再跟熊家较劲，是吧？你看，熊犯认罪，咱们又没有别过，是吧？这个弟兄们还等着你摆庆功宴呢。庆嘛庆啊！啊，癞蛤蟆不咬人，他膈应人。这小报记者天天给我念三样，好嘛！现在全天津卫都知道我这案子疑点重重，我必须把这案子办好。我要让所有人无话可说。哎呀，我的大太早，你这是何必呢？眼珠子那么大的红宝石戒指，郭老四没看见，你也没看见。蓝玉珍身上一切都能认，这郭老四是瞎。再说郭老四这么个大孝子，怎么可能不把老蒋炖好了，自己自投罗网？啊，你去郭老四家看吧。现在？明年去。必须审。那蓝玉珍身上的美金呢？钱去哪里了？我老娘还在天津。老四，只要你实话实说，你也许还能给你老娘养老送终。这个说话不算数的王八蛋。好，我跟你说，我本人得了肺病，大夫说没法治了，没法照顾我们老娘了。他们答应我，只要顶了这案子，他们就把我老娘接到杭州，给我老娘买车宅子，雇几个丫鬟，让我老娘舒舒服服的过上好日子。你老谁去的百乐门？我送的不是人。你现在告诉我，你替谁顶了？你放心，你老娘啊，我管了。
我替的是李家大少爷李霍。大哥，不用了。这司马地方，妾是客房，客房。说。爹，你们到底要干什么？郭老四都招了。大少爷，就是配合调查。啊，带走。哎，爹！他们夫妻二人平日确有矛盾，可犬子李霍乃直属达理之人。你们怎么能怀疑一位谦谦君子呢？大少爷平时和大少奶奶总吵架，二少奶奶不待见大少奶奶，大少奶奶也看不上二少奶奶，二少奶奶更看不上大少奶奶，所以平时大少爷都带着二少奶奶住在外宅。姐姐，您乐这绕口令说得不错呀。我们做下人的只好是低头干活，猫腰说话，谁也不敢多说少道。啊，行行行行行。站长，我发现可以情况。可以。哎呦。哦，那是我家二少奶奶。我是真没想到啊，嘿，这杨大姐也愿意做小儿？不是你误了我，我和 Mr. Lee 的爱情是纯洁的。啊 ，Jesus！ 那我们去那儿看看，行吗？不是你说啊，我现在回去审理货，你呢，自己带队。好好搜查，啊！二少奶奶肯定有问题，要搜不出毛病来，你可找倒霉。海爷，要不等你回来，咱再搜查呗。大少爷，就是请您来配合调查，没别的意思。至于吗？不至于吧？至于吗？不至于吧？您看，您跟这儿都筛了好几个重点了。周团长，嗯。我求求你，那郭老四都已经交代了，你到底找我干什么？海爷，海爷，这回你得给我发奖金啊！你看我知道，那个扔梯子就那么一丢丢，也就是我这眼神，还有那个锯片。我自己都佩服我自己咋咋的知道你啊，当时我把那个证据往那个二少奶奶面前一放，打死他就软了。人呢？二少奶奶手捡了。哎呀，行啊，胖爷干得不错，回头还得见个眼神啊。啊，行，没问题，咋这眼神肯定没问题。要是在浴缸里缝的死，下水道里肯定。
哎呀，家庭反背啊，上眼吗？你转过去，我看你屁股。可不就是闷。转过去。撅起来。那你轻点啊。往右转点。再转。哎，有链了。啊，漏了啊！别动。累死累活的干了这么多，还得挨踢，操谁孙女去呢？哎呀！哎呀！哎呀！还真是这孙子干的。小宝，你立大功。少爷，这大枣盆熟吗？还不着！哎呀，看来想和我们耗下去呀。好爷，嗯，现在哪减号空着呢？哦，那我得看看，那我得看看。哎呀，海爷，嗯，咱们的耗子里边仍满为患，太好走了。哎，哎呀，有间耗子倒是有空位。哦，那住的是谁呀？这个王老六、二狗子，还有那个郭老四。就是那拉车的郭老四。对对对对对对对，他还有个瞎眼的老娘。哎呦，那老娘快饿死了吧？啊，你太惨了。哎呀。我找。我操！说吧，兰氏没有文化，而且嚣张跋扈。我们都是受父母之命结的婚，毫无任何感情基础可言。直到斯里卡的出现，我才找到了自我。我和斯里卡才是真正的相爱。想与兰氏离婚，谁料兰氏竟已怀有身孕，为借口以此相要挟。给我闭嘴！我是明媒正娶的大少奶奶，轮得到你在这儿跟我顶嘴？我站住！我一时情绪失控，才做出了如此伤天害理的事情。罪才找到得了绝症的郭老四丁宝。你为嘛把柳条响放到了小旅馆的杂物间？我本来没有想藏在那里，是因为路过三不馆的时候出现了一些意外。婆，你别走啊！哎，婆，你别走啊！哎呀，走走走走走，走走。王爷。鞋子，我不花呀！爹，救我！爹，救我！爹，我来吧。
老了，都是。千万爷，不，李家大少爷。相识人，大有突变。凶走另有其人，李家大少爷卷入其中。有几位？看见了，见到他身变化。老爷，他可是我们家的独苗啊！你老来特此不容易呀。 你把他名儿子救出来呀，老爷，我求求你了！请侯四爷。这个侯四爷，就是咱天津卫一奇人。天津卫上上下下的官，大大小小的官，他去的拐弯的官，这三界四道、六门石，行走江湖，黑白两道，都在他心里搁着。 他有一毛病，怕金过。诺，亚娇，啊！老爷，月亮进去了。爷，侯爷到。侯爷，爷。 恭候多时，您可来了。事到如今，只有您才能救我那不争气的儿子。快请上座。李爷，这个案子闹得沸沸扬扬，路人皆知，有点不大好办了。您多费心了。 贵公子这个案子可是人命关天呐！您开个价吧。按道理说呢，这个事儿交到我手里头，准能把它办漂亮。可是现在不行。 愿闻其详。习官有个老宅家，在我的房前盖了三间屋，他说那是风水宝地，能旺他的子孙。可是他压着我的运脉了，我给他多少钱，他就是不办。<笑> 侯爷手眼通天，您还有过不去的坎儿，不好办。也罢，为了那不孝逆子，您的事儿，好办。李爷。 说吧，还有嘛事儿，我全都替你办。您仗义，有您这句话，您公子的事儿就算平了。我听说案子已经移送到了检察总署。哎呦，李公，感情您没闲着。据传，谭署长好喝量啊，我沧州有两个酒窖。 只要谭署长能通了，这两个酒窖，我拱手相送。什么？酒窖？<笑><笑>
共产党的大炮一响，沧州的铁狮子都得趴下。您那酒窖，那就是一泡尿。那送礼有送礼的门道。像我大清朝有个当官的，写了一本书，叫《飞蛾扑火机》，明着送，有明着送的道理；暗着送，有暗着送的门窍。韩署长可是咱天津的名票，就想要一顶点翠凤冠。这玩意儿上哪儿淘去？在咱们天津，就有这么一顶上等的点翠凤冠。那是慈禧老佛爷亲命造办处为同光十三绝朱连芬亲自定制，极品中的极品。我说署长啊，你唱这段《霸王别姬》比梅老板还更胜一筹啊！没错，家伙，我跟您来说呀，我和梅老板一比呀，就差那么一丢丢。署长，我给您照张照片，留个纪念吧。别急别急，我这还有一个卧云儿。哎呀，各位爷，各位台长大人，哎呀，这连门神把你们手头的工作先放一放啊！今天晚上咱们灯影楼聚啊，因为什么呢？因为赵探长要请客。好啊，应该的啊，应该的。这样子破了呢，那么的我也得意思意思啊。你们这几块料啊，当初这样的退三阻四，哟，这有事儿，哟，那忙，没想到我啊，想使唤是这么顺呐、啊！哎呀，就杵那点幺蛾子也不算嘛，后悔了吧？嗯，后悔了吧？完了，老天爷真是不睁眼呐！你小子这是瞎猫碰上死耗子，哼，嫉妒啊，气死你！老赵，你也不能高兴太早了。咱谁也不知道哪块云彩下雨。还有，小道消息啊，这两天老李家可没闲着。希望了，这已经是铁案了，谁也反不了。哎。你可别忘了，李家在天津卫也是有地位的。李霍他爹六十有的独苗，不得死马当活马医。哎，嘛意思啊？膈应我，给我念顺。玩邓伦还吃吗？吃吃吃！提前祝赵探长立功。还挺细，您这话说，共产党就算打进天津卫，也不能影响咱谭署长听戏。高，
哎，你干嘛？你关帘子干嘛？干嘛这是？不当我看戏吗？哎呀，哎呀，这不要我的命？这不要我的命吗？这个，哎呀，可算是收了。我跟您说吧，你儿子这命保住了，多亏侯爷鼎力相助啊！啊，哼。哎，闯这儿！证据不足，事手不全，责令警察局重审。局长，传言李家这些日子可没少忙活，咱们证据确凿，我看着警察总署想把这案子压下去。没有人头啊，这案子送不到法院。方海啊，你也算是个老探长了，是吧？这件事儿啊，你做的有点草率了。我也明白，啊，只要跟这案子沾关系，谁都想捞一笔。放肆！你没有证据，不能胡说。哎，嗯，找你的，是我。怎么了？集合队伍，现在出发。哎，局长，这案子有进展。您就瞧好吧，你嘛进展呐？脑袋！警闻相使案，警察总署因证据不足驳回警察局案卷。哎呀，没想到李家这个美貌的二少奶奶胆还挺肥的啊！你说报这个人头是满世界乱跑。哎呀，得亏了个女人，我们下回这下去可乱了。是这儿吗？快点儿！快点儿！哎呀，我的大嫂奶奶呀，千万叫个保佑！哎呀，老天爷，我是为了你好呀！这女生员咱们都是好人，你可千万不要吓唬我，千万叫保佑找见你的人，同哥可是好人呀！二位爷，您的菜来喽。哟，怎么着？来回投入衙役去？嗯。哎，你给我咽回去啊！这你都闹去。你看啊，咱们这个人头已经找见了，咱们把这个案总往这个检察总署一送，不就完了吗？就结案了吗？李家就是给检察总署使的钱，案子送上去就压下来。那你说这该咋办呢？来份报，卖报卖报。先生，您要报？
你是想把这个事情的来龙去脉告诉报馆？想干啥？让报馆的记者添油加醋的把这个事情报出去。李家就是钱再多，也堵不上老百姓的这张嘴，对不对？哎呀，我咋就没想到呢？哎呀，哎，这份爷商的机会，嗯，只要让李货签字画押，你就立了一大功。哎，马爷！哎呦，这不马爷吗？您怎么来了？快坐，快坐，快坐会儿。哎呀，您这次来有嘛事儿啊？哎，别忙活，赶紧给马爷倒杯水。真是，您写啥？啊，好好好，马爷您喝水。哎呀，您看，哎呀，马爷这回来呀，是给你们带来一个大新闻。哦，大新闻呐，省得你们天天在报纸上胡说八道。哪儿啊？前段时间我就看了，现在都是什么小寡妇偷人、大姑娘养孩子这个破事儿。没这事儿啊！过来，过来，过来！来，都把手里活儿歇歇。刚听马爷说，什么叫做大新闻？我跟你们说啊，最近李家这个事情闹得很大，你们知道都怎么样？哎，马爷，这事儿啊，我们可不敢瞎写。哎，那检察总署不都说了，证据不足。再说了，那李家在天津卫那也是有头有脸儿的，这事儿我们写不了啊，写不了，写不了。哎，对呀。那么大的事件，我们得慎重。你们说呢？哎，就是，您说那事儿啊，就当我们没听见。什么意思？什么意思？我就奇了怪了啊！平时你们鸡毛蒜皮的小事都要追踪报道，这么大的个大新闻就没人报道，没人关心了？哎呀，老百姓啊，现在都不关心真相了。都关心明天那包子铺里的包子涨不涨价。海爷，海爷，海爷，那报记者都不敢报道，我估计呀，是李家花钱把嘴给堵上。我就知道。那你说该咋办呢？你把这都是些怂包蛋。我是真不想找那个人。那不找还不行吗？有一人可以试试，不知道他敢不敢。谁呀？到底是谁？这件事情我来报道。你可想好了，这可是个雷。是给检察总署上眼药。人有人格，报有报格，若两个不存，人将不人，报将不报。这是人命案子，我觉着不能让真相再交易下消失。哎，咱俩可有仇啊，你就不怕我给你下套吗？我如果怕就不会做这个职业了。当然我会对你提供的线索进行调查，以确保报道的真实性。是个爷们儿。藏尸案一波三折，李家为了救子，先是做伪证，而后又是拿钱上下打点，警察局那边证据确凿，却迟迟不肯结案。坊间有传闻称，检察总署和李家私下有染。谁说的？你告诉我谁说的？检察总署一向秉公办案，严格执法。警察局再次搜集证据，上报总署。温署长查证无误后，定可上报河北天庭法院。
田里找找法王回回，狼朗朗乾坤，怎么会出现徇私舞弊、营私枉法之事？谁说的？真是胡扯八道！这是你跟郑光海通给记者的。对，让报纸这么一煽火，李家不是就翻不了案了吗？总给我们这当下手，当然应该为张冠峰一个。你们怎么先不跟我汇报啊？啊！李货早晚是个死，他在这儿压着李家，他不……我这个当局长的，总得替弟兄们着想着想吧？你们怎么就不懂啊？局长，杯子糊涂了。这年月，清官就是祸害。肃静！传人犯李货。肃静！人犯姓名：李货。蓝玉珍是你杀的吗？蓝玉珍不是我杀的，是警察局的人刑讯逼供。刑讯逼供！警察局的人刑讯逼供，我是被迫的，你看看。我是冤枉的，肃静，肃静。本案暂停审理，李货押回天津第四监狱候审，传法医验伤。休庭。报告，进来。长官，您的饭来了。李大少爷，你们干什么？甭怕甭怕，您家老爷子让我帮个忙。你们能帮什么吗？这位爷是前清的仵作，手下有分寸，身上能掩伤，您放心啊，绝对伤不着您的内脏。
李大少爷，得罪了，您可咬住了。二，胆为险，肾为圆，两肺穿心莲，霸王卸甲凤轮手，翎毛不足暗含剑。侯爷，下一步还望您了指点迷津。殷院长爱的不是钱，天津市各家的银行都有人家的股份，他爱的不是钞票啊。那他到底好哪口呢？百年庆庆国，金莲步步移，莫言常在地，也有伤天时。殷院长爱的是嫁人的小娇啊。哎呀，我看啊，要不你当侦探得了。一个记者的职责，你这探长做的也不错嘛。你不会是冲我来的吧？你可别自作多情了。我们这些小警察呀，天天在刀尖上混日子，可现在长官这样，我们干嘛呀？走吧，请你喝酒。啊？喝酒？送一个小脚的娘们儿，你儿子只能后生。如果说你把殷院长的心事给了了，你儿子的命就算保住了。又有嘛事儿？殷院长的父亲是前清的一个举人。大清国王，老爷子一口气没上来，够奔极乐世界去了。打那开始，殷院长心里头就结下扣了，他就想要见黄马褂，光祖耀祖。肃静，肃静，肃静！皇上没了，可规矩还在。念你还惦记着咱这大清朝。就这份念想，改上份黄麻褂。太对了，太对了，对了。我殷某人虽是中华民国的官，但心系大清。君为臣纲，父为子纲，从祖上就蒙受皇恩，时刻不敢忘记皇上。忠臣，忠臣。走了，你让他走，撕完黄马褂再走。撕完黄马褂再走，撕完黄马褂再走啊！西查李获杀妻一案，证据不足，民国乃法治之国，依法依据，绝不草菅人命。令获悉，本案贪腐之疑点颇多。正在责成监察院一一查证，人犯李获暂押，择日开庭。
打小啊，我就爱听说书的，讲梁山好汉一百单麻将，举起了替天行道的大旗时，带气儿。干警探就是替天行道，可我们替天行道，这老天爷有没有这道？要有这道，为什么不降道雷劈了这帮男盗女娼的玩意儿？你有没有听过这样一种说法？若悔之，先予之。嘛意思？在逆境中呈现的良知，才是最真实的。我觉着，老天爷这是考验你我呢。老天爷啊，你也太有耐心了吧！接了，我给您准备些好酒好菜伺候您。您看看，您看看这菜，都是您爱吃的。您看看，您看看啊，怎么样？外面万家灯火，团团圆圆，就我一个人在这儿孤苦伶仃的，再好的美酒佳肴都没有兴趣。暖胃不暖心啊！我跟您来说了，您家老爷子对我不薄，这暖心的事儿，我早已经给您安排完了。快点，快点！司令啊！大少爷，您可时间别太长了，一会儿我还得送二少奶回您家了。你一会儿就在这过节吧。这是美国总统爱喝的酒，过节了，也请局长大人品尝品尝。好，好，陆局长为官清廉，天位有了您，那可真是百姓之福，民国之幸啊！严重了，严重了啊！我呢，我这个官啊。不好当，自古啊，忠孝难两全。我卢某一心精忠为国，却冷落了老母啊，不能尽孝，我也是惆怅万分。哎，咱这扯远了啊，扯远了啊，大孝子啊，扯远了，我。卢某一生别无所求，二位，我一生别无所求，能在老太太百年之后啊，我找一块好地，送老娘入土为安，也不枉我为人子一番呐。这一个前清，那就是高明夫人。必须得给老太太
置办一块风水宝地。嗯，正好，鄙人在滦县有300亩好地。300亩，滦县告命夫人，那哪够啊？那得3000亩啊！哼，此起的董宁才，哎，何求？局长，哎，全子就全靠您了。当那么多年探长，也算见了不少事儿。总觉得这世道不管变成嘛样吧，总得讲个公理，讲个底线嘛。现在就连鼓楼上的鸟都知道是李货杀的人，我是真傻呀！这么大的探长，我要翻天了！哎，孙子记者，我现在这案子破的，您都跳不出刺儿了啊？哪天呀？您给我抬抬手，给我正正名，别让天津老百姓啊连我一块骂。哎呀，这常在河边走，哪能不湿鞋呀？不过话又说回来了，这个案子不也是你发财的机会吗？损我，我是爱钱。这钱要攥手里，能攥出血来。这个案子啊，有一半在天津法院，另外一半在天津卫老百姓的心里。老百姓的心，就是天。侯爷，您慢走。老爷上轿。侯爷，您慢走啊！哎，小兄弟，小兄弟，慢走。听老爷多美言几句，收下，收下，收下。好好好，放心吧，放心吧。哎，慢点，慢点，你们也不等等我，真是的。哎。花儿，花儿，哎呀，哎呀，小妹儿，敢问你们是哪一路的神仙啊？是西北角的老七家，还是北大关的老赵家，南门外的老孙家？爷，这有点过了吧？怕了？刚才人不说，你们这是哪位大侠？收起来吧，值点钱，病人看你了。哎呦，各位，我老侯在江湖上为人了事儿，难免得罪你们，没关系啊，你有嘛条件你提，我答应，行不行？你走吧，这事跟你没关系。不是，你走。各位老大，要不你拿我当个皮给放了行吗？不是，我求求你们了吧。还不够呢。Mm-hmm.
有认识的吗？什么意思啊？这是什么意思啊？这不是侯四爷侯爷吗？能不能了？他肯定做缺德事儿，要不能怎么能那么折腾人玩儿呢？你说这得有多大仇啊？这太损了。嗯，见不得光，我让你大白于天下。卖霸王，卖霸王！记者获悉，李霍一案黑幕重重，可谓民国一大奇案。卖霸王，卖霸王！今儿，新闻新闻啊，特大新闻！我给你们念念，这可真是新闻。来看看，侯四爷侯爷疑似遭仇家报复，被扒光后吊到城门楼子上。我告诉你们啊，这侯四爷这可是咱们天津市的大人物，这肯定是得罪人了。哎，整给扒光了。哎，看看这个，您了道喜了，鲁局从天津司法部特批的赦令，您可以取保候审，回家过过团圆节了。恭喜你啊！恭喜你！恭喜恭喜！知道什么牌吗？什么？五万，捉五一条龙，葫芦。嘿，太好了，这点儿。这些日子承蒙各位照应了，我平安到家以后，在座的每位各赏500大洋。谢谢你们是干嘛的？我们是南京司法部的。嗯，查人犯李霍，案情重大，且牵扯官员甚广，舆论纷纷，因此撤销天津司法部的特赦令，继续关押候审。哎呀，幸亏啊，你这报纸制造的舆论压力让南京司法部来人了，否则李霍这货呀就出狱了。这是一沟绝望的死水，清风吹不起半点议论，不如多扔一些废铜烂铁，爽性泼你的剩菜残羹，也许铜的要绿成翡翠，铁罐上绣出几瓣桃花，让油腻织出一层罗衣，霉菌给它蒸出鲜霞。好，慢一层，这是闻一多先生的诗。哦，
在这沟死水中啊，李霍却死不了。凭嘛死不了啊？杀人偿命，恶有恶报，咱俩这替天行道呢。就不知道这道它存在不存在啊？存在，但是不是在这片天空下。那在哪儿？只有换了天地，才能够让这个社会公平公正，让所有的坏人不能够横行霸道，让所有的犯人能够伏法认罪，让所有的好人能够活得舒心安逸。这个呀，是当今最有权威的一本刊物，代表了当今知识阶层对现今时局的批判和思考。你呢，有空回去翻一翻看一看，也许你想要的答案在这里就找得到。我看得懂啊。你看得懂，所有有良知的人都看得懂。我明白了，你换着法夸我。老赵，是我。我说怎么那么眼熟呢，死胖子，谁让你这么干的？你先把枪放下。鲁局，谁？鲁局。越级上报啊！你还把我这个局长放在眼里吗？我说了，我可死不了。如果我死了，全天津卫的官儿，那可就断了财路了。祸要是不判，那我们不得被天津老百姓的唾沫给淹死？老百姓？你现在跟我提老百姓？你以为你自己就这么干净吗？你那些外快哪一笔不是从老百姓身上扒下来的？就你想做人呐、啊？我告诉你，你当了一天的鬼，你这一辈子就别想当真。海爷，海爷，海爷，你醒醒！海爷，海爷，海爷，哎呀，海爷，你醒醒！别嚷，别嚷，别嚷。他妈的，齐胖，我怎么跑这儿来了？不是，海爷，你没事吧？没事。啊，没事就好，没事就好。你看海爷，你看咱们这个案子呀，干得漂亮啊，连宋建龙都服了，以后的事情就跟咱们没关系了。秀宝，我跟你说啊，明天早上一大早，你悄悄的拿着咱们那个案子卷宗，送到南京司法部。李霍的特赦已经被南京取消了，舆论压力还是有作用的。鲁局我已然得罪了，这个案子就得从中央往下摆。等这案子成了，我让你投供，包你做探长。哎呀，这是，哎呀，其实我临来的时候啊，鲁局跟我说了，说只要你不牵扯这个案子，咱们以后还是平平安安的吃这个官司，要不然的话，
不然怎么的？要不然的话，就给你来一个由宋建东持续报道详实一案，啊，致使你名声大损，所以你怀恨在情，打击报复，放火行凶的罪名。王老跑，我听明白了，你这是替他们当说客来了。我不是替他们当说客，海燕哥是替你不张。你说以前咱们挺好的，就因为这个案子，咱你是图啥呢吗？我就图做个人，不愿意做鬼。这样怎么办？你自己看。海燕，海燕哥。天津警察局探长赵广海以权谋私，肆意报复，念其从警多年，免去探长之职，留任三等巡警，理获杀妻一案，证据暂押待判。他说的对，一口绝望的死水。南京那边没下文了。海爷，现在连委员长都自命不保了，他还能管你这摊子烂事儿？海爷，兄弟，我最后再劝你一次，这个案子算了。知道你把李货抓了以后，那就等于走了一条绝路啊。何必呢？指啊，指王行，下江东。孙的全方臣，我的心。
不好。啊？你还是离我远一点。你怕啥呀？赵光海，走！报人民政府，解道扫完了。长官，他是好人。你的问题，孙建农同志已经跟我说清楚了，请你相信新政府一定会还你清白。谢谢人民政府。我现在是天津日报的记者。还记着我曾经对你说过吗？等到天亮的时候，所有的公正和公平都会出现。一定好好学习，一定好好学习。广海同志，回去收拾收拾，明天来局里报道，人民政府欢迎你。我们明天局里见。Thank you.